他是舞台上流光溢彩的金丝鸟，他也是煤矿工人们心目中的邓大胆，他的一曲情深意长，甜美悠扬，他的歌声从国内唱到国外，又从国外唱回煤矿工人身边。他深入煤矿井下，他将自己的艺术生命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从艺60年，他始终坚定为人民歌唱，他就是歌唱家邓玉华。这一天，唐山开滦铝矿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工友，他可以说是煤矿工人们的老朋友了。今天他来到这里，正是为了给工人朋友们献上一份礼物。就从我到了煤矿文团以后，我是差不多每年都到开滦。所以我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咱们煤炭行业挺值得骄傲的，而且这煤矿工人是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来，工人也出去啊，邓玉华，1942年出生于北京，他从小就有个外号叫邓大胆。10岁那年，他常在无线电里听到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唱歌。同样喜爱唱歌的邓玉华没有同父母商量，就毛遂自荐地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老师写了一封信。大胆主动的邓玉华被选中进入了合唱团。热爱歌唱的邓玉华回忆起在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5年，说那是他童年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我爸爸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个技术员，我爸爸也喜欢文艺，他喜欢唱什么京剧啊，什么河北梆子啊，什么曲艺啊，这他都会唱。然后呢，我是最得意的时候，我爸爸自己装了一台无线电，那时候叫话匣子，因为很多人家里面都不容易有这种东西的。我呢，下学之后到家里就能够通过话匣子，能够听过很多文艺节目，因为我老听话匣子，听小孩唱歌，少年广播合唱团他们放的好多歌，还有教歌节目，简直每次一听里头就心旷神怡，就那种抑制不住自己那种，我就想唱，然后就给那个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老师写了一封信，我今年10岁，我叫邓玉华。我想考你们团，你能要我吗？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然后也不知道往哪儿寄，我就写一个，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老师收，贴了一张邮票，就扔在一个信筒子里了。10岁的小姑娘，10岁，我谁没说，我就自己写了一封信。您还是属于那种特有主意的那种孩子，是吧？就是性格比较开朗，就喜欢。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愿。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在学校有一个同学叫我说，邓玉华，校长叫你呢。到了校长那儿以后，校长说，那个邓玉华，你是不是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老师写信啦？后来校长说，你看，这就是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老师接到你的信之后到咱们学校来了，来招考他们的团员来了。哎呀，我就特别的高兴。哎，怎么会这么幸运啊？那个、你说得有多少孩子写这样的信，可能都石沉大海了。就是后来我们学校有个10几个孩子吧，都叫过来在校长办公室考试。他们等于沾了您的光了，然后把这个合唱团的老师引到了学校来。对对，合唱团老师收到了我信才知道这儿有一个小学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想去考他们这个少年广播合唱团。我很荣幸，我们学校当时就考上了2个小孩，我就被录取了。所以就是儿时的这样一个大胆的行为，就真的打开了自己的一个
艺术大门哈、啊，也给您留下了一个别名叫邓大胆儿。对。1959年，刚刚16岁的邓玉华已经成为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一名成员了。他是当时北京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而这次与煤矿结缘，也是源自于他大胆的毛遂自荐。当时煤矿文工团在大黄庄，在北京大黄庄东郊那边，我们家在复兴门住，然后就到了那个团考试了。有好多小孩啊，当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团那时候招了一大批的学员，因为中国煤矿文工团那时候是一个，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团。考完试以后，因为他有好多人在考嘛，然后就一个其中的一个歌队的一个队长，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就跟我聊天了，说的那个，你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你来考试啊？我说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你，来这个到我们煤矿文团呢？我们想就让你过些日子就来上班，怎么样啊？然后说你刚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吧？我说是，说那个我们一会儿派车送你回去，然后呢，我们派一个老师跟你一起去，然后跟你爸爸妈妈谈一谈。然后过几天你就来上班好不好？哎呀，我就挺感动的，特感动，因为这个团这么好，领导这么好，那个，那好吧，我就到煤矿工团来吧，我就不考别的团了。不过那个时代的人真的特别的淳朴啊，爱才的那种，就溢于言表。我那个遇到了伯乐，遇到伯乐，遇到好人了，这就进到煤矿文工团了。对，就进到煤矿文团了。啊，好绚丽啊！这都是这两件衣服是非常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然后这个呢，是为了我自己演出，我就专门定做了一套。那个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这已经也有几十年了，这套衣服啊。他一直伴随着我，唱《情深意长》，专场的时候我就穿这套衣服。1964年，22岁的邓玉华被选中演唱《情深意长》。这首歌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中国的艺术家们创作排练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中的插曲，《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特点的歌曲，表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深情。邓玉华创造性地将西洋音乐的演唱方法运用到这首歌中，使得歌曲圆润甜美，抒情的旋律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说就是一边学习，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开始他们让我唱独唱了，就那个带着我到全国各地的矿区去慰问演出。除去慰问演出以外呢，他们也让我参加文工团的特殊的任务，就是去国务院给总理去演出了。我是59年参加的工作吧，大概是60年就开始给总理唱歌了。还有的时候去到怀仁堂，能见到毛主席。那时候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录过我很多歌了。我从60年开始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我的歌，然后就作为每周一歌来播放。1962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唱片。然后到1963年，
东方歌舞团成立了。那么当时成立这个团的时候，我也就调到了东方歌舞团，但是关系一直还是在煤矿。间接调。间接调，就一直从63年、63、64、65，我一直到66都在东方歌舞团。但是煤矿有时候演出呢，我也回来参加，是这种状况。那么我在咱不是1964年，10月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东方红的演出嘛。那时候我没有参加，我是跟东方歌舞团，我们去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巴基斯坦等几个国家去演出了。演出回来之后，这个东方红呢就告了一段落了，然后进行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换演员，换完演员以后就再重新在舞台上演出，再进行电影的拍摄。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就被这个大兴业务，当时东方红的导演组就通知我，让我来唱《情深一场》。就是东方红那个人民大会堂，那是那种大的那种演出，是确实震撼。那个说对于我来说是很紧张，很紧张的，也很害怕，就是怕完不成任务，怕演不好。然后再唱一个独唱，这个后面有将近100个人的舞蹈，底下有100多人的乐队伴奏，我一个人站在前面唱。每一天演出，这个演员演得怎么样都是有文字记录的，就是要求的非常严。说实在的，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下了很大的功夫才把这歌唱好了。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总理还给过我指示。总理就是说你声音挺好的啊，挺好听的，唱的歌嘛我也挺喜欢听，但是我希望你能学点西洋唱法好不好。学点西洋唱法，用西洋唱法来借鉴唱好咱们的中国歌曲。邓玉华成名后仍始终不忘坚持为煤矿工人服务的方向，常年坚持下矿演出。在煤矿文工团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常一年中有8至10个月都在基层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年要演300场。50多年来，邓玉华一直没有离开煤矿文工团，始终为煤矿工人服务。工作之后呢，我们下基层演出，有的时候一天要演个7、8场，演出一场，然后唱最多的时候也唱7、8首，有的时候唱10首歌，一天能唱几十首歌，给工人服务。有病的时候也要坚持，所以很辛苦。在年轻的时候，我不但要演出，我还要参加一起装卸台，要扛箱子，要装车，也有很多重体劳动也要参加。因为你说我邓大胆，其实我的性格就是一个不服输的那么一个性格，特别要强。有请尊敬的李家沱煤业公司的各位亲人们，你们好。下面我就为了表达对你们大家的一片情谊，再为朋友们演唱《情深一场》。
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博物馆内，珍藏着邓玉华捐赠的一个银手镯和一个葫芦酒壶，这两样东西承载了50多年前邓玉华与煤矿工人之间的一个动人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新演员的邓玉华，在春节前夕踏着皑皑白雪到东北漆河煤矿进行慰问演出。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矿井下更是湿冷刺骨，矿工们一般都会用烧酒来解乏驱寒，可是当时正值物资匮乏时期，矿工们连吃饱都有困难，更不用提喝酒了。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许多矿工患上了关节炎，双腿肿胀，只能用火盆烤腿缓解疼痛。邓玉华在慰问期间亲身体会到了矿工们的不易，在离开的前一晚，他冒着严寒走过雪地，穿过森林，找到了森林里的猎户，用自己心爱的银镯子换酒给矿工们喝。回到北京之后，邓玉华借一次演出的机会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东北漆河煤矿工人们的情况。然后总理就当时就在我们那个小的联欢会上，总理就是一摆手，大家都坐下了，然后总理就说，那同志们，我周恩来可以不喝酒啊，我们这些部长都可以不喝酒啊，但是我们的煤矿工人不能断酒。后来我们当时很多的人都落下泪来，我们的总理那么关心我们的最基层最基层的煤矿工人，特别感动。开滦矿区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境内，京山铁路纵贯其中，各矿都有支路相通，交通便利。开滦煤矿在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创建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它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和北方民族工业摇篮，它创造了多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第一，它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而这里对于荣誉矿工邓玉华来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我很爱我们的祖国，很爱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煤矿文团的嘛，所以煤矿工人呢，在我们的人民这个团体里面哈，他们是工作环境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他们的付出是很巨大的，所以我也热爱我们的煤矿工人。1973年，邓玉华演唱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是前期录制，邓玉华为《闪闪的红星》演唱这首插曲时，电影中对应的冬子妈唱歌的场景并没有开拍。邓玉华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揣摩歌词。邓玉华的爱人告诉他，美术馆里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映山红。为了弄明白映山红到底是什么画，邓玉华就专门去美术馆里看画，然后又去植物园里找到这种画。就是在这种钻研中，邓玉华渐渐体会到了歌词里的情绪，想象出了电影里的场景，最终唱出了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映山红。
邓老师，鲁豫老师，你好，你喊我鲁豫就好，你喊我鲁豫就好啊！来吧，咱们一起来。哎呀，这么深一个大院子呢，哈。嗯。这是早期的时候哈，置办下来的。2000年，我搬到这儿来的。搬过来的。哦，大伙儿快看看这边这柿子结的漂亮的。密集。好。经历过许多病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歌唱事业。1976年，邓玉华的喉部长了肿瘤。邓玉华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带，没有用全身麻醉，为了让医生能够尽量避开声带周围的神经，邓玉华在2个多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坚持说话唱歌。在他看来，能为人民歌唱似乎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76年突然发现唱歌有困难了，到高音呢就容易破，后来就一检查呢，是喉头长了一个那个甲状腺肿瘤。那个肿瘤呢，已经长了有这么大吧，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医生讲呢，说，长这么大的瘤子，起码要2-3年以上了。后来我就想，不能做手术，做手术要万一碰了神经，就唱不了歌了，怎么办呢？我很害怕这个，因为我太爱唱歌了，不能唱了，简直就好像就没生命了。那个时候一段时间，我就。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我后来是那个医生给了我力量。医生说，我们手术会给你做成功的，没有问题的。把瘤子拿出来以后，你照样可以唱歌了。但我听说这个手术其实您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就是在麻醉上，为了怕伤到这个声带，是吗？因为他做手术的时候，他要从两边声带的中间放进仪器，来给我做手术。那么随时都可能碰到声带，也可能碰到发音的那个神经。然后在我整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1-2个小时之内，我是在说话、在唱歌的当初，就这种情景下给我做的手术。等于您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防止碰到那个声带，对，他们就怕碰见那个神经，一边说话一边唱歌，不神经就动嘛，肌肉也在动嘛，然后他们就尽可能的不伤害肌肉和这个神经。那时候已经豁出去了吧，童年的那个大胆的那个又出来了而在手术的那个前一天，或在手术的那个当时已经就是没有惧怕的心理，就是已经做好了，完全做好了，做好了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准备，做好了。曾有一位老矿工给邓玉华写信说：“你是著名歌唱家，可要问我认识的你是谁？我只是想说，你，邓玉华同志，跟我们一样。”你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就这样，邓玉华把自己的歌声和工人们融为一体，这就是他艺术生命的灵魂，更是他艺术青春永驻的秘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歌声属于劳动人民，离开了他们，也就终结了我的艺术生命。”
当今年已经75岁的时候，您在回忆就是小时候，考合唱团的那份勇敢，包括面对病痛的那份勇敢的时候，我相信您可能，对生活的感悟又有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信念，也就是追求的理想，然后再经过你的这种性格，那个去执着，去追求，永不言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么你还可以，始终如一的去勤奋的努力的去，在攀登这个艺术高峰。今年我75岁了，比起年轻的时候那个声音呢要差了很多，但是我尽可能的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还要多去，为工人演出，为我的观众服务。